领养啊，对啊，红色有领养啊，对，有领养，是小羊啊，对，是有一只小羊啊，你要吃了吧？什么三箱吗？拿金钟回来吃啊，小声一点，看看你后面啊，为什么？哎，妈咪喂石秀，哎，他丢死，他丢一次，他丢死。我让妈妈先看，你给我往前看。今天终于来看到了，好几次来看，哎呦，把它抱一个小金刚，啊，这是一个母的，再抱一个小的在地上趴着，是不是？嗯，小的嘛哈，老的还是可以看得见。哎呀，你今天看到。过来过来，他没怎么杀上去，他就拖他走了。
大金刚来的。臭啊！好壮啊！他出来做的什么？英文也行，就出题。他为什么要拿到那个？他的屁股，屁股。到前面来看。到前面来看没关系。没有，每次都丢一次进去，然后是他的食物。